勾勒浪潮侵往日本浮世绘的金波美学，但见北斋大师墨色奔腾，海涛层叠，翻腾如巨墙，轻缓若罗莎，仿佛歌剧院里百人乐团的慷然雄浑的合奏。近代古人如何诠释咏浪奔潮呢？亲往并不需前去，重仰亦不需临摹。我试着画下第一笔波澜，犹若以刻刀用力爆过木板，笔那般的肯定无碍，纸以绝对纯净之白引我落处。那是异国归来的深秋子夜，发愿以图绘形式呈现台湾简史，仿佛历经一次几近灭绝的剧痛。文学似乎暂时失去了自我救赎的力量，我必须借由另类的创作形态，方能自救于暴雨飓风。最黑暗的、失血的1987年，浪花异样的浅泉，是我青春最后的哀歌，终究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愚痴与坚持，曾经构筑一个圆满、美丽如乌托邦的家族之梦，试图完美的堆砌城堡，却惊见是建构在一处脆弱、倾世的沙丘之上，潮涌来去，终归分崩离析。我一再反问自己，忠实与蒙昧如何抉择？择一体，前者势必万箭穿心；屈就后者，一定沉沦于中。何能奢言文学本质的追索与雄辩？商人及智商皆无两全，志诚彻底败退。好吧，所有的误解、嘲虐、谣传都降临吧！我高举白旗，决绝地将自身放逐太平洋彼岸的异乡陌路。大学图书馆典藏丰实的台湾近代史料，彼时仍是被故乡目为禁忌的行止人士，书海浩瀚，亦只能取一瓢银资，事实却是诗集的疗伤止痛，犹若刺绣班底，更接近木刻版画的笔触，忘情地勾勒一片浪潮，两片浪潮，三片浪潮，洗剪去我细时的哀愁，青春的美丽。我所描绘的浪潮，仿如告解般地，将我沉痛郁结的心事带向大海，奔过水平线，远眺天涯海角。妻子的故事就在淡水河系支流的大克坎溪，这是古时上游泰雅族的称谓，何时被改名为大汉溪，犹若少年时代初旅桃园复兴乡，惊艳于已是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末端，雪山山脉起处的快木林及流向云雾深处的水系源头。乡间依然留存着情面的泰雅阿嬷，母语交杂的日本话，推销自种的香菇，喟叹说从前地名叫做脚板山呐。我疑惑的俯望身侧白下百尺的碧水。妻子书写过故乡的历史沿革，1895年台湾沦入日本殖民地之宿命，三峡人家是首都奋勇抗暴的斗士，终至被屠村焚街的厄运。近代台湾仿佛未见欢快，尽是悲剧的哭嚎及哀叹，被诅咒的土地，不被祝福的人民，历史犹若绵长噩梦。我的青春年少被阻隔折溺的画家之愿，如同三峡河与大科坎横溪的三流交汇，清缓之间时有爆裂，于是涌浪相击，漫为涟漪，逐渐散去，又浅缘聚合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总静静地思索关于妻子的青春以及同志之灵，如何在这涌浪凝碧的优雅小镇，以这沉定美丽的回眸，书写故乡的往昔。